雄市管理局人员协同远警走进逢甲商圈巷子内，藏匿在最尾巴，找到了非法日租套房，立刻拍照搜证，还不止一家。西屯区上石南石巷这家外观看似民宅，其实也是经营日租套房，一一拍照登记。还有一些是藏在公寓大楼，掩人耳目，社区有警卫，没有人检举，根本不知道。台中市法制局统计，光是这五年来就取缔了207件非法日租套房，平均一年取缔41件，大部分都集中在逢甲一中和秦美草悟道商圈，总共开罚621万。实际循着稽查影片找到位在台中逢甲商圈的一家日租套房，门牌号码写是在福兴路，但入口却是在逢甲路，走进狭窄巷弄才找得到，门口没有张贴任何出租讯息，相当神秘，要完成订房后才会取得开门密码，倒是隔壁住户因为门牌和日租套房登记一样，疑似常常被按错门铃，很困扰，贴了一张告示要大家别再按了，就算已经被市府盯上，这些日租套房还是继续营业。网络一搜逢甲这间日租套房的资讯就秀出来，还有内部房型照片，一晚价格从400到600多块不等。但法制局表示，光是在网络上刊登营业资讯，就算没有当场抓到营业事实，照样可以开罚。如果发现有违法的旅宿业者，欢迎以书面向市府提出检举。市府补充，非法日租套房没有营业执照和登记证，房客出入复杂，要是发生危险也没有保障，呼吁民众要住宿还是找合法旅宿才能住得安心。 TVBS 廖汉鲁维新台中报道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，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